你知道全世界啊版权收入最高的一首歌是哪一首歌吗？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Surprise， 今天来搬家，就是今年五月的时候，对，五月的时候疫情爆发，但同个时间呢，我们的录影常常用的那个空间租约也到期了。那因为那个地方它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屋顶是铁皮。当初会选那个地方，因为主要那里是拿来拍照用的，所以它挑高，然后呢采光很好，那对于拍照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呢，就是我们一群人开始做了我都 OK 这个频道，所以我就在那个地方做我们的就是室内影片拍摄，才发现。铁皮的屋顶真的对露营来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哦。只要一下雨，然后呢上面滴滴答答的，就完全就没有办法收音。我第一次强烈感受到这个带来很大的影响呢，是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团队呢，就是跟一个厂商合作，然后帮我拍了一支影片，就是工作室里面去做拍摄哦。当天为了要等那个整个那个环境安静，本来可能二十分钟可以拍完的东西，足足花了大概两个小时。然后那天非常的抱歉，因为。就是我那个场地，因为他们都可能觉得我们平常在那边录影，应该是收音什么都没问题。没有想到当天等大家静下来之后呢，专心的听专业团队在录音，然后听回放的时候呢，才发现原来那个地方的噪音真的这么的多，也导致于后来我们在拍片的时候，其实我都一直很在意周遭的声音哦，可能邻居拉铁卷门啊，机车经过巷子啊，反正诸如此类的，我就决定不行，我们应该要换个地方。试着找一个地方可以把收音的问题处理得更好一点点，但是就遇到疫情了。那所以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呢，就很仓促的，就快速的搬了一个家，然后找了一个新的空间。然后目前的进度呢，其实也只到很前段，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呢，我自己身边现在也没有什么收入，我们整个团队几乎都没有什么收入，因为工作都延宕到可能明年九月以后，暂时这几个月也许都不会有新的工作进来哦。然后呢，现有的工作也都没有办法拍摄，导致于说原本预计要花费在摄影棚上面的经费呢，现在是严重的不足。讲到这边，感觉上好像要就是求大家抖内，没有啦，就是还没有到这种地步。等哪一天真的穷到不行的时候，再麻烦大家支援一下，救济一下。好，总之。就今天这一支影片呢，其实是想要让大家轻松一点，就是因为我相信最近大概一两个礼拜大家都关在家里面，应该累积了不少，就是那种有点郁闷，然后呢很想要出去走走的那个心情。那当然啦，虽然现在不太适合出去走走，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就是做什么能够让大家就是挥别这种郁闷心情，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小事，有点无聊的事情让大家看一看，开心一下。我是说交代啦，为什么会这边会有丝袜？天哪，好恶心哦！咪咪，你好恶心啊！不要在公共空间放丝袜。是你要捡的东西在左边，你爬在一个很右边的地方，老是想干什么？我是左撇子。你是哦，原来如此哦。那我看看你用左手拿剪刀的感觉，是吧？你知道剪刀用左手是没有办法用的吗？我就帮你分享秘诀哦，就是。如果有要买东西，你一定要抢第一，先去买，因为你这样一回来就会发现进度超前，进度完成30%，是不是口渴？哎，我出去买個，对，我出去买个饮料，现在是没了，去买个热水袋，回来就好了。没有看过啊，有这么低级跑的空间？真的，我们这个空间在四楼，所以我们一直都不是很专门。每次阿都来只跑一趟，对，但是今天量很少登场。哎，我需要热水袋，好，我去。阿都就说，从那个我们司机啦，开始走。闻不到味道，这是真的干净吗？是啊。我会不会一擦下去，然后要去楼下洗？真的。这哪是干洗手啊？最近如果有到街上的话，真的会发现，就是台北的街头其实已经变化很多。虽然我一直很想出去吃拉面，但是没有办法出去吃拉面。那偶然开车经过了，发现现在包含像鬼金棒啊、圣王那些店门口，就已经没有排队的人潮了。然后听说纷纷改成是外带的，但就是往日那种只要在吃饭时间一定是大排长龙的景象，最近现在都已经看不到了。甚至连老爷酒店一家高级的饭店都开启了得来速这个服务，大家就知道疫情其实对各行各业的人，然后包含像我们摄影师也是，其实影响都很大。我们那天去拍15500的时候啊，
那早上的时候呢，我就跟小伟聊到说，哎，那天刚好是大毛的生日。大毛是一个我之前带过的摄影师，然后现在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婚摄。那天是他生日，然后我们就觉得，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就是暖心的事情，然后能够把这种能量吗，还是什么东西，然后呢，让大家都感受得到。我们今天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应该要做一下。尤其在这防疫的期间，大家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要保持着很多的距离，有点距离。对，所以呢，就是很多活动都被取消了，但是我相信大家都还是会需要一些心理上的慰藉。今天有个人生日，真的太感人了吧？不是你啦，对，不是我。想说我们今天因为一路拍照，我们就去万里的雅尼克，买个蛋糕，好啊，再回来送给他。隔着一整条街帮他拍个150-500。隔着大街拍人像，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在拍完片的时候呢，直接在北海岸，我们直接冲去万里的雅尼克买个蛋糕，然后冲去送给大毛。好像没有什么，但我觉得越是在这种时间，我觉得你只要受到一点点小小的鼓励或鼓舞的话，应该都可以对你造成一些比较正面的影响。那也希望就是在看影片的你，就是时不时其实可以关心一下身边的人。人这个生物其实是需要不断跟人接触的。那大家都关在家里，但如果是完全不能出去的情况下，其实或多或少会有点忧郁在，适时的关心一下你身边朋友，关心一下身边重要的人，我觉得那个是能够帮助大家一起能够撑下去的一个好方法，那也是我觉得能够送给对方一个很棒的礼物。总之就是这样，那希望我们的影片能够持续带给你们一些开心的感觉跟快乐的感觉，然后希望能够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大家一起好好的再撑一下。现在不能摘口罩，对啊，但是我现在造型已经跟你一样了，看得出来吗？现在也是络腮胡了，对，我原本一直很羡慕，想说这个胡子到底要怎么留，留得这么好看。结果你现在懂了齁，对，懂了，不要不刮就好。可是我觉得你络腮也络腮得很稀疏哎。啊担心，你担心什么？这一次疫情一下就6年怎么办？如果6年的话，那6年之后你要做什么？六年之后，我觉得你就看不到我了，你就来我坟头上香吧。那你可以请你的家人记得找我帮你拍葬礼的部分吗？你会收费吗？我想说还是可以收个费，还是要收费。我也要，我也要。死了一个要养，还是要养活一个？双击。我会去合照，比爱心。跟谁合照比爱心？跟你。跟我。就是不是要瞻仰仪容吗？比爱心。还 Q 大家比爱心。哎呀，我们特地来到北海岸雅尼克，这应该算总店吧？总店。好，我们买了一个蛋糕。耶，好，那我们就现在就是要送。对，我们现在就回台北。超级隔街街拍，600段录影好嗨哦！应该超抖吧，晃到不行。还好，手好酸哦。有没有办法突然录影？喂！好，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版权收入最高的一首歌是什么呢？版权收入最高的一首歌，全世界大家都知道一首歌，答不出来你真的是不行。婚礼进行曲哦，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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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大宝拜，从那个北海道买回来的啊，你就这样跑从门口上来了，对。不是，我先等个红绿灯，我先站进去。拜拜。拜拜，要不要去哪？我们要回家了。而且老师刚刚讲说，他这支片要剪30分钟。对，就是一路我们开过去的路上跟开回来的路上。拜拜，耶，拜拜。拜拜。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今天结婚？今天宣布的。新元姐姐结婚了啦！今天结婚欸。新演员啊。新演员。这里啦，你不要一直往下啦。要看到照。新演员。
我很难过，他为什么找一个跟我长这么像的人结婚？找我就好了。像啊，你看是不是跟我长一模一样？你说什么亚洲人的部分吗？不是，我跟你讲，那时候不是那个月薪交期对在上的时候，多少人 message 我，然后跟我说他看到我在演戏，你有演是不是？对，哦、才华也像，就是外貌跟才华，这是人家讲的啦。啊，不是你自己讲的。不是啦，人家讲的。